龙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鳞鳍虹鳟鱼为鲑科的鱼类，体呈纺锤状，略侧扁，有一只鳍，体色美丽，体侧有一条棕红色纵带，状似彩虹，口较大，斜裂，端位吻圆钝，上颌有细齿，背鳍基部短，在背鳍之后还有一个小支鳍，胸鳍中等，末端稍尖，腹鳍较小，远离臀鳍，鳞小而圆，背部和头顶部蓝绿色、黄绿色和棕色，体侧和腹部银白色、白色和灰白色，头部、体背和鳍部不规则地分布着黑色小斑点，分布于山东省，其肉质鲜美，素有淡水鱼王之称，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和经济价值。